谢谢金不是金，谢谢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从中？我怎么成中单了？这么相信我的春季芈月吗？你看到我的方向没？他指引着我往那个方向走。我拉到个兵，我就过去点，来点点点呢？不是喜欢对点吗？你不是省级芈月吗？可以，无所谓，知道就好。看来我省级芈月再也不能低调了。省级芈月实力强也，不做打工仔，我挡子弹。不溜不溜。哎，我的小兵，完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分了个蓝，分了个蓝的经验。这是你能抢的吗？这是你能抢的？看着我吃，不许吃。你什么意思？一手抵抗鞋，你有办法？一手二技能，来了来了，发起进攻！啊，他没大招啊，完了，这好像不是很好打呀，抽死你！啊，撤！我跳，我吃药。算了，撤！溜！快点，我没大招啊。我也大了。让我回口血。完了，下路肯定死了。哇，下路没死。可以，他们都死了。这肯定要过来激情打暴君了呀。是不是我们开暴君没什么问题啊？给他上路一个信号，别人都过去了。暴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免费送。再去刷波中路，然后呢？哎，太恶心了呀！我这个感觉走中路不是那么好用啊。马上！我来了！疯狂二技能，普通攻击，一手一技能，我跳闪现 A， 这哇他大招人呢？哇，他这个二技能硬是活生生把血量给抬了回来，服了，他不会有大吧？有大我爆炸了，完了，真的有大。这也太恶心了吧。这露娜飘过来了呀，完了，被按在地上秀。这才是很尴尬呀，兄弟。哎呀，我这个人走中路控不中人呢。
怎么搞呢？下路塔，把大面具做一下，大面具做巫术法杖。他没打这个，露娜应该是拿红了吧？五个人漂亮，好像我们这边缺空吧？这露娜到时候飘来飘去怎么办呢？我们，打他打不动呀。十二级的露娜，我又玩个鬼。做巫术法杖。感觉这个英雄打中单好弱呀，我真的好烦啊，盘盘搞。哎呀，真的是恶心到我了哟。我打边路的话，我肯定是要把这个项羽按在地上打的呀。
总是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事情。这波闪现 A， 带中路，买帽子，完了呀，杀人了呀，哥，哇，我真的是超级能吸这一波。是不是？跟我打，小老弟。打主宰了呀，快快快快，要蹲大了，哎，我真的服了。那个露娜飞到这个吕布的那个一技能上面去了。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做输出还是做防御？可以做防御，但做防御就真的有点怂了。讲道理，做输出的话，哎，也不需要我就切了，咱们做防御吧，直接让这个露娜打不死我，把魔女一做，这个露娜就拿我没什么办法。打黑暗暴君吧。别不死鸟了，他那边有个末世，
不死鸟效果不是很好。啊，不死鸟也行。等我回口血，我也大了，我抽个野怪往里面蹦，把他们都分开。哎，哎，他打我还是好痛啊！哎，这个露娜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让我签按你签个野怪回点血。下路点个塔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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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倒了。开个大出来一波。啊，他干嘛丢闪呢？这闪现把我吓一跳。赵云不在，哇，老哥，他怎么还有个大呀？一万四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他应该断大了吧，应该是被那个，哎，他有名刀的呀兄弟。哎，我也觉得魔女好一点。不死鸟之眼靠那个吸半天，你想一下嘛，这不死鸟之眼它不就是 提高回复能量嘛，是吧，治疗效果会增加一些，但问题是它你吸就吸这么多，他那个魔女斗篷你知道吧，你算笔账嘛，那个魔女斗篷他直接给你个1200多的护盾，你吸多久吸这2000多点血你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一串子弹扫得我真难受。抽他攻击力，游戏结束了呀。
他应该清不过来了，随便让他飘。一波了一波了，这个露娜飘来飘去没啥用了，抽他攻击力。点塔不就赢了吗？他们也没打风暴龙王。别别别别别，这不要死了。有名刀。他冲上来了，完了，真的秒了。来对着浪啊，兄弟，这不浪出事了吗？他被我那个普通攻击最后打死了，他们最后他们也浪起来了，服了。一波了一波了，出个魔女那个人真的是打不动的呀。把他攻击力一抽，这个露娜飘来飘去都飘不动人的。艾米莉呀。